成了基督。今天台湾问题是要把台湾电力公司的领导人拿出来，他们不懂电，台电的员工没有罪，但是台电的领导人他们要负责所有的责任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去技术查账，要财务查账，所以希望我们的大法官要出来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情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